王乔，叶县县令，木鸡做野鸭，神行太保第一人。好了，正文开始。汉明帝的时候，尚书郎河东郡人王乔做叶县县令。王乔有仙道，每月初一常常从叶县到尚书台来。汉明帝对他来的这样频繁而又看不见他的车马感到很奇怪，就秘密地命令太史监视他。太史汇报说，王乔将来临的时候，总是有两只野鸭从东南方飞来。汉明帝便派人埋伏下来伺候，看见野鸭再来，就拿起网把他们罩住，结果却只得到一双木屐。让上方令辨认，原来是明帝四年（公元六十一年）时赐给尚书台官员们的鞋子。